管老虎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又冷又狠。你要是被他那点小恩小惠给蒙蔽了，那你才是傻瓜呢。星辰，为了我们俩的以后，你一定要把广安变成你自己的。你又在诱惑我。我目前不能干因小失大的事情。现在是不是时候？但是该出手的时候就是要出手，我们要为以后做准备。嗯，好了，先吃饭，尝尝我的手艺，看看好不好吃。好。哎，走吧，咱们再从刚刚过来到那边去，好像那边还有一个。这上面怎么沾有水泥啊？这不太正常。哎，雷哥，雷哥，怎么？这些钢材上面怎么会沾有水泥啊？我怎么感觉这些钢材好像是从一些废弃工程上拆下来的？给我闭嘴！有句话不是你该说的，也不是你该管的，这是我亲自买的新钢材，记住是新钢材，该干的活。好吧，我知道了。没事，猫腻。这可是上等的好。哟，兄弟，你怎么突然来？别喊我兄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当初我答应给你订单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材料不能有问题，这是底线。你现在偷换材料，你当我傻子呀？兄弟，不瞒你说，这本来就是这行的潜规则，没有人会傻到全部都用真的料子的，都是好坏参半。我以为你懂的。你想让我做第二个何美琴是吗？当然不会了，料子是动了点手脚，但绝对是没有安全问题的。咱们只是赚了点安全的小钱而已，啊！你消消气，消消气。你的那份啊，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正准备给你送去。这是50万的汇票，见票给钱，不问出处，绝对的安全。你放心的话。不行，风险太大，我承担不起。可是钢筋的料子已经都下到地基里了。如果现在返工的话，一是严重拖工期，二是建筑成本会大大的超支的。难道你真的想这么干？你是故意的，你让我根本没得选。我会告你的，兄弟。何必要搞得两败俱伤呢？老弟啊，我理解你，你是大学生嘛，你有你的理想跟抱负，你眼睛里不揉沙子。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只要你能稍稍的睁只眼闭只眼，也不会耽误你的大好前程。随着工期的推进，恐怕这大把大把的钞票会赚到你手软的。这钱我不想赚。你。但你可以转。你什么意思？我听说广安集团有几个小股东要出售自己的股权，我希望你在暗中把这些股权收购到手。不过股权怎么使用，由我说了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哈哈哈哈，没问题，今后咱们两个就绑在一块干了。这件事情，
我来搞定，合作愉快。向哥，向哥，小北，你来了，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他们怎么说？ 你来城里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赚多点钱，给家里盖房子。我爹娘现在住的房子太破了，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那盖房子需要多少钱啊？那可多了，得5万块钱呢。拿回去盖房子。 给我的，怎么突然给我那么多钱？给你的你就拿着。今天你给我讲过的事情，把它忘记吧。不行啊，星辰哥，那些劣质的钢筋已经用了一部分了，要不及时制止的话，肯定会出大问题的。我知道钢筋有问题，但不会影响到安全。这个事儿，你别操心了。星辰哥，你之前说这置居住者的安危于不顾，想起来都是睡不着觉的。 你怎么忘了当初说过的话呢？够了，我自有分寸。如果是自己人，拿着钱该干嘛干嘛，天塌下来我顶着；如果不是，马上给我消失。星辰哥，哎呀，小北，星辰哥。 你傻乎乎的在外面站着干嘛呢？这样会淋病的，怎么了你啊，小北？哎呀，你这白领也做过了，是不是回工地不习惯了？星辰哥，你觉得是非重要，还是忠诚重要？哎呀，都很重要。那是自己住的房子重要。 还是大家住的房子重要，也都很重要。你怎么了？突然问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夏哥，你知道大鹏超市门口的免费寄存柜吧？知道。你一定要记住啊，小伟。 星辰，那个小北怎么了？他不会有什么事吧？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奇奇怪的问题，说了就跑了。他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是说什么，自己的房子重要还是什么大家住的房子重要，反正就怪怪的。你骂他了吧？啊，可能是上次脑震荡留下的后遗症吧。换个工作，轻松轻松就没事了。 哦，行行行，你对他好点啊。欢迎光临，两位里边请。 刘经理你好，这边预约了1号楼的咱们的主题四户型的，这边的话带您看一下户型吧，在这边。
这个户型就是您预约的户型，然后94个平方的，两房的。这个户型的特点的话是三面采光的，您看它三面都是没有东西遮挡的。哎，这房子多大？这是94点多，两房的。多少钱？这个一套下来大概是150万的样子。户型还挺好的，星辰，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好就好呗。那我们就订这套吧。他还说这房子做婚房最合适，要不一起把事办了吧。这事儿再说吧。大家好干啊，认真点。仔细干活。接个电话。真是挺好的哈。喂，刘总啊，我是工地负责人雷军。啊，雷军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有点小事呀，向你请教一下。你以前的助理张小北，偷偷的用相机偷拍咱们的施工现场。考虑到他和您的关系，我暂时并没有戳穿他。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啊，暂时别惊动他，我马上过来。在这里，心怡啊，我有点急事要处理，房子你自己慢慢看。啊？哎，那这套定不定啊？还买哪套？买哪套？见了我就跑啊！我知道，我拍照的事情被你发现了，你肯定不会放过我，就像当初明光集团那个人不会放过我一样。小北，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兄弟，只要你把东西给我，我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星辰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初正直的星辰哥，为什么要和坏人一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小北。你怎么和星河一样没有脑子呢？你拿了钱为什么不回家盖房子，非要留在这儿跟我作对呢？你的梦想不是回家盖房子吗？我爹在我进城前就告诉我，做人要正直，不然赚再多的钱也不会花一分的。把东西给我。喂，小北啊，什么事啊？工地上的材料有问题，东西给我，把东西给我！我最近拍了一些证据，证据就在，把东西给我！62号，小北，喂，什么？小北，小北，发生什么事了？小北，小北，你说话，小北，小。
小北，你怎么了？小北，小北，你怎么了？你们要陈局长。小北，小北，小北，先冷静下。新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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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这根本就不是意外，是你害死了小北，对不对？是你害死小北，对不对？是害死了，这不是你害死的，走开。小北，各位工友，谁能告诉我六十二号是什么？六十二号？什么什么六十二号？六十二号好像是小北的衣柜。小北的衣柜？那在什么地方？那走。最好了，你不能因为别人毁了我一辈子呀，先生，哥不能再帮你了，再帮就是害你，走开！我求你了，哥。你想要我死，老天都不答应，你自己慢慢玩吧。小北，小北，这不是你的柜子吗？小北。小北，刘伯，一朵，我回来拿点东西。一朵，你回来的正好，快帮我劝劝星河吧。他这个样子好多天了，我担心他会不会得什么病了。啊，刘伯，您先不要着急，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小北出了意外去世了。啊。他从现场回来以后就成这个样子，我担心啊，八成是受什么刺激了。没事儿，你先不着急，我去看看他，跟他聊两句。一朵，你变了。是啊，人总是要变的嘛，要越变越好，对不对？你觉得你比从前快乐吗？快乐，当然比从前快乐了。我觉得现在每一天都特别特别开心。星河哥，我是回来拿东西的，以后我就不住在这儿了。
你要好好的，不要成天像现在这个样子。刘伯他很担心你的。那我去拿东西了。我觉得陈里头不适合我，我真的要回去了。星河呀，你要是走了，你弟弟怎么办呢？谁能管得住他呀？没弟弟，他永远都不是我弟弟了。何，哎，你这么多天，你怎么都不接我电话？子通，我心情不好。我知道，小北的事儿你很难过。哎，阿姨，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来找子通啊？你到底还想要他怎么样啊？妈，阿姨，你别误会。我明天就回乡下了，我是来告别的。那太好了，正好子彤呢也正在复习考试，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你走了更好，可以不影响他的复习考试了。星河，你什么时候决定回去的？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声呢？其实我一直都想走。一直都想走，原来你一直都想走。对不起啊，梓潼，我对这个城市太失望了。那这个城市就没有你留恋的、放不下的东西吗？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
众，近日在工地意外坠亡的农民工张小北的遗体今日被家属接回。经公安部门认定，此次事件是因为该死者自己不慎坠落导致的意外死亡，但死者公司表现出了极大的人文主义精神，给予死者家属高额赔偿。谢谢书记。刘经理，您作为公司代表，有什么要对死者家属说的吗？对于这次意外，我们表示十分的难过，十分的惋惜。虽然这次意外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责任，但是对小北的家人，我们表示十分的同情，所以我们会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你看看，对待死者的家人，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你弟弟正为小北的事儿上电视呢。星河呀，这是真的要走啊？叔这工厂马上就开工了，有的是你能干的活啊。我说，你要照顾好自己。我累了，我想我娘了。那行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叔随时欢迎你。
爹，回去吧，不用送我了。你什么时候想回去，告诉我一声，我来接你。星河呀，我是走不了啊，不能走，我得在这儿看着星辰，他要是没人看，不就更完了？我懂。各位同事，最近我们新闻部的节目呢播得非常不错，特别是有关农村题材的，观众特别喜欢。梓潼，梓潼啊，你在想什么呢？你在听我说话吗？我在听啊，在听。请大家注意力集中一点，我下面宣布一个紧急任务，台里面要派名记者去农村报道一下农民燃烧油菜秸秆污染环境的事儿，你们有谁主动请缨啊？阿东，你怎么样？我，主任，其实我挺想去的，但是我那艺术节的片子还没做完呢。你看，校长，你不是一直想出差吗？这个工作机会不错啊。啊，主任，人家出差都去纽约、去巴黎，你怎么让我去农村呢？农村？谁要去农村啊？我可以去啊。你？这可是紧急任务啊，今天就要出差的。今天就要去啊？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收拾，我现在就准备啊。梓潼，你疯了？再见了，荆州。再见了，梓潼。再什么见呢？我不在这儿吗？你怎么又来了？我跟你回家啊。你别开玩笑了，你跟我回什么家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跟你回乡下种田啊。给我。喂。喂。走了。喂，梓潼，你别、哎、别闹了。回乡下种田了，走了。喂，梓潼。梓潼，你别闹了！快快，仔细点啊，仔细点！来了吗？来了吗？抓点紧干啊！好嘞，老板。我跟你说，这单合同是我豁出老命跟人签的。好嘞，干好了咱们都发财，干不好全喝西北风去。旺财，有电话找你。没工夫接。你没看我这多忙啊？啊，这单合同我要干成了，我又回到当年的辉煌年代。哎呀，到时候给你买套房啊，踏踏实实住着。给我买房？嗯。行了行了，你别吹这个牛了啊。
还是踏实的干你的活。嗯，哎，万一要有个闪失什么的，杨哎，你可别乌鸦嘴啊！我跟你说，虽然星辰那小子这合同很苛刻，但是我100%有把握给他拿下。哎，不是，谁来的电话？说什么是材料供应商啊？哦。喂，哎，是我。啊？那我啊，这是怎么了，旺财？供料厂的仓库着大火了，木材根本供不上了。啊！我这着急赶合同呢，这不要我的命吗？哎呦，那你得先搞清楚什么时候能供得上啊！少说也得10天半个月。我的妈呀！这就不能找别人帮帮忙？供料厂的仓库是个大仓库，所有供货商的木材全在那里边。他已经帮我问了一圈了，没信。关键是星辰的合同要到期了，那赶紧找找星辰，那他给通融通融啊。对，找星辰啊！你跟他说啊，他不给我面子，得给你面子吧？你让他把合同的期限往后延一延，就全解决了，要不然真要出人命了。行，赶紧走。对，快行，快去。外来工支架的项目发展很顺利，地基部分已经全部完成，一切尽在我们的计划中。酒店这个月的业绩也增加了10%。嗯，很好。董事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出去了。哎，等一下，你先坐。有一件事儿啊，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对企业上市有什么看法？不瞒您说，我一直认为不想上市企业不是好企业。你小子的野心总是这么大，哎，我还就喜欢你这个雄心大志。来，说说看。自从我们拿下这个项目以后，外界对我们的评价很高，政府也很给予支持。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一个上市的好时机。那听你的意思，你对这件事情很有把握了？不，我恰恰相反。地产企业要想上市，本来就有局限性。如果真的要上市，我们必须完善产业链，收购更多的实体工厂，收购更多的公司，来扩充我们的业绩。当然，我知道过程是相当艰难的。我说你小子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得那么仔细周到啊？哎，你说你的脑袋瓜子怎么就能装这么多东西啊？我们家这个小伟啊，要能比得上你1/10，我都不用犯愁了。哎，谢谢董事长的抬爱。这样吧，这件事情就由你来积极的迈进。我们广安集团准备迈向上市集团，这个帅印我看就由你来挂吧。董事长，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嗯，好。哇，哎，你看，树好绿啊！啊。树当然是绿的了，难道是黄的呀？哎呀，我是说这边的树跟城里的树不太一样嘛。那就这边绿化比较好呗。来笑一下，笑一下。喂，你干嘛？不就淡一下吗？我怎么？